老公，你会骂我煎鱼煎成这样子吗？会。铁锅就是这样好玩哦，如果你充分加热的话，铁锅就是不粘锅哦。啊，这个折得更好了。澎湖海菜葱抓饼做好啦，教大家怎么样做平底锅料理，而且很简单，而且好香哦。其实现在就已经闻到很香的味道了，你看它其实很快，我看这已经熟了。那呢，很多人敲碗要平底锅，所以这次呢就给大家蒸开了平底锅。你看这是我们的幕后花絮哈，面粉酱也很好吃啊，我要抠起来吃啊。